琪琪经常食同样的福州餐，我看到都有点怕了。其实他来了我频道都不是很久，除非他有翻看我旧的影片。人生令我觉得最可怕的曾经是每一日都重复昨天。一个月都是吃三四次算多吗？几多广东人一个礼拜唔止饮一次茶嘅？饮茶就咪怨我啊！我可能一年就系饮三四次啦。唉，好难行啊！唔系嘛，我唔制啊！我等你哋走开晒，走咗呢个又另外一个永无止境。唉，唔买啦，走啦，睇下由第二度有冇我妈想要嘅嘢啦。好多人都冇所谓，点解你咁介意呢？其实我系问自己啊。后先同一个观众朋友倾偈，佢话新移民讲到某个人啊，我吓嚟咗美国十年八年，仲叫新移民？究竟新移民系嚟咗几耐之后就唔再叫新移民呢？不过某些人咧嚟咗十年、二十年以上啦吓。都是过差不多的生活啦，没离开过华人社区啦，最多都是搬远少少，这种摊位越来越多。我想问各位观众，那我是不是新移民呢？那我就不是老华侨是吧？如果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那在美国生活就应该是学识英文可以改变生活啩。I have wholesale price, wholesale, one dollar. Wholesale, have to buy 12. Change the rules, you gotta buy 12. Wholesale, not retail, wholesale.Wholesale, one dollar. 我是不是应该以后都不好吃福州菜呢？因为大家真的可能会看镜做啦，不是、你们看镜啫，我没吃镜的话，我静静鸡吃，唔鬼影俾你们看。后先嗰间是福州人开的杂货铺，哇！呢一间广东人开的杂货铺，也一样是咁容易啊，唔使自己行啊，冇办法，我妈一定要买某啲嘢啊，唉，少啲耐性都唔得啊。原来我平时好喜欢吃个黑腊肠，今天自己来亲自买才发现是鹅肝整的。唉，我讲错了，不过整出来的腊肠其实鹅肝鸭肝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吃就说知啫，即是新鲜的肉。啊！我补充一点，我唔知道你哋睇镜就会八大道，但系我自己就行镜咗呢条街。不过油管系中意我拍呢条街多少少比其他嘅话。而家去对面买肉啊！呢间正业系我同我妈好中意嚟买嘅，
帮衬咗好多年噶啦，系咁先啦。